哎呦，迷路！这一套呢，你们不能太近看我，因为我等一下上半身不穿。好了，今天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拍摄企划。我今年又找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造型，然后又多加了一个我觉得有点白痴。我今天还有人跟我入镜，是我亲爱的两只小狗狗，他们很委屈，因为他们今天要跟智障的我一起拍。我真的去租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造型。我们距离上一次变装是万圣节，上一次也是新漫画。后来每个朋友都说怎么可以那个妆画成这么直，而且做的是又直又精致。我出来了，哎呦，迷路，今年半迷路哦，有点太辣了哦。Gabby， 你要跟我拍照，哎呦 ，Gabby， 有点强哎，这套。对，我也觉得蛮好看，看这鹿角多厉害，配上这个肉胎妆。哎，我最近新接发，大家发现我第一次染黑哦，赶在这次拍摄前用一个大长发。美吗，大家？我要去拍辣照了，好。It's the only time of year the reindeer fly. You can't see them on their sleigh ride across the sky. Gather all your family round.Or go out and paint the town. It's the only time of year the whole wide world turns upside down. So baby, light a fire and we'll toast the night. 来，这是我第二个造型。我这个造型等一下就要跟两只狗狗拍。但他们要穿衣服吗？他们当然不穿啦、啊，我都穿这么少，他们穿什么？你怎么穿比我多？怎么会穿比我多？每一年最期待就是圣诞节，因为这个时候就要极尽发挥。哎，我们去年拍那个其实大获好评。去年我们拍圣诞节是把自己包装成礼物，然后我是全裸，所以我们今年一定也要跟去年一样一鸣惊人。大家噔，走着去。哎，准备工作啦！准备工作，开一下门。准备工作啦！发什么呆呀、啊？快点去换装。嗯？咋？他还在吃，阿姨了，是要等他一下，他完全停不下来了。太大块了吧！你们不能太近看我，因为我等一下上半身不穿，好吗？上半身不穿也没什么，我去年是全身没穿啊，好吧？哎哇，哎又掉了，好了，大家镜头要浪一点，好不好？等一下不要怪摄影师拍得不好，是因为不能太近，好吗？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看到还是觉得蛮好笑的。嘉宾，你看到我的表情，帮我们穿衣服喽。卡住了，他只是用的纸箱套住而已。干嘛？我好笑吗？勾追勾追，我一定每一年都会扮性感漂亮，那是一定的嘛。今年想说跟狗狗一起，我想要扮一个智障。等一下，你是笑太开心了。好了，我都没有笑，你们笑成这样。我第一次看到圣诞树讲电话哎，九月如何？怎么那么忧愁啊？穿衣服之后，别挣扎了，今天吃了那么多人家的零食，该配合啦。请大家期待哦，我会连发四天，好不好？哦，连发四天，你看的照片啊，连发四天，轰炸大家。